搂搂抱抱还不够，直接嘴对嘴黏贴贴，亲到忘我，舌头快要打结。男子的手还超级不安分，越摸越往下，干柴勾动烈火，差点上演活春宫，让问长脸上三条线，直接傻眼开枪。没去开前房间无？不用不用，大哥。还是卖掉车来后边来无？好，对不起，对不起。我连去开房间做嘛？对不起。女子好尴尬，立刻连忙道歉，但没过几秒，黑男又情欲高涨，动尾雕。司机都不行，不要了，不好意思。我叫你们到花山，你们去花山那边慢慢亲就好了。这对男女从信义区夜店离开，才搭上小黄就开始缠绵恩爱，差点把计程车当磨铁，让问讲超火大。而同样是搭车引发纠纷，台北中山区女子愤怒呛虾，杠上白牌司机。你可以先下车。干嘛？我说的是183号，这边是199号。两人互飙三字经，下车后更是一发不可收拾。干嘛？你要干嘛？我报警哦！我为什么要打1999？人民的保姆是怎样？我们不是人民的保姆啊，不然呢？我们是警察。那人民保姆是谁？原来指定地点无法停车，司机往前开，女子瞬间气炸，还把怒火出在远景身上，拖去闹事，频频跳针，让人直摇头。这杨翔成功也特别报道。